赤子在屋顶上要跳下，爬练过无数次落地，只是要潇洒。撞击地板的瞬间破碎，脑花飞回跳上楼顶。厕所女过后还是不要找她，清洁工的扫把，继续活着背着现实操吧。以为顺着下水道能逃出牢笼，除了沾满地上的腥臭，自认为自由的那一秒钟，才发现这点就比想更加高尚。这样还能保持笑容吗？旁人见不知操纵他，那二零一八操纵你我，那边还妄想奋力搏，说是发台关键可能会断的利落，不分敌我。在触摸的天空之前，以为那是无限的自由，灯火阑珊处充满视线，但只有阴险的栏杆和满地尸首。握紧拳头，牵紧手上的指尖，渴望自由的人在嘶吼，却在钢铁做的天地之间。滞留，你说是否救赎只在死后？在这之前，我们都是死囚呢。